该保健操适合办公室人员、IT 工作者以及长期伏案的工作人员。第一节，头颈运动。准备姿势，双手自然下垂于体侧，头颈后仰，复原，放松，再前屈，复原，头颈左转，复原，放松，再右转，复原，头颈左倾，复原，放松，在右侧倾，复原。第二节，颈肩运动。准备姿势，双手食指交叉，曲肘平举于胸前，与肩同高，掌心向下，转体向左，目视左肘，复原，转体向右，目视右肘，复原，眼尖水平向胸前推出，掌心向前，同时头颈充分前屈，含胸，深呼气，复原，吸气，垂直向头顶上推，掌心向上，同时头颈充分后仰，眼看上方，挺胸，深吸气，复原，呼气。第三节，肩部运动。准备姿势，双手自然下垂于体侧，耸左肩，放松后再耸右肩，重复8至10次，双肩同时往后上前方向做前旋转运动。复原，双肩同时往前上后方向做后旋转运动。复原。第四节，扩胸运动。双手握拳，曲肘平举于胸前，与肩同高，交叉双臂呈合抱姿势，并紧力前撑，同时头颈前屈，含胸，深呼气，稍微停顿后转为向外向后扩胸，同时头颈后仰，挺胸，深吸气，稍微停顿后复原，呼气，双手分别放于同侧肩部，肘尖朝正下方，做前臂靠拢，深呼气，分开，深吸气动作。
复原。第五节，腰腹运动。准备姿势，双手叉腰于腰带水平，掌心相对，拇指在前，其余四指在后护住腰背。腰充分前屈，含胸，呼气。复原，吸气。然后充分后仰，挺胸，吸气。复原，呼气。腰充分左侧屈，复原，然后右侧屈，复原。腰充分向左后方旋转，眼看左后方，复原，然后向右后方旋转，眼看右后方，复原。第六节，骨盆及下肢运动。准备姿势，端坐位，屈膝约成90度，双手垂于体侧，左膝屈曲上提至足底高出椅面，双手抱住小腿下段，并向腹部方向拉压，上身前俯至胸腿互贴，复原，以相同方法做右腿。左腿屈膝抬起，并水平架于右腿上，右手固定踝部与右膝上，左手按住左膝部往下压，复原，以相同方法做右腿。左下肢向前方水平伸直，肌肉绷紧，踝关节充分背屈，然后充分背伸。复原，再以同法做右下肢。